文造化权于之手，天道未分，威龙既象之初，人文始者，之际万八千岁，同龄有节之虚，七十二君，俱是无边之意，由世人迷四忍，轮回于六序之中，家臣五代，莫逆于三途之下，及夫旧言七至，向下东区，会日发黄，超四大而高势，中天调御，月食地以居尊，包括铁为，言处杀于劫，其为体也，则不生不灭，其为相言，则无取无来，灭处正情，三十七品，为其情，慈悲喜舍，四无量法，运其心，方便之力难思，原对之机多续混大空而为量，岂算数之能穷，入天界之为虚，匪名言之可数，无德而称者其为绝。于朕囊结直因偷成佛迹，今天降大云之际先章，欲以披祥宝玉之文后集，加以积善于庆，辅即为功，遂得一平天成，和青海燕书真绝瑞，即日至而阅书，被蝶灵文，一时真而非寡佛华严月末八十卷现之礼被焉，下浅行深，崇义之词庆矣。大方广佛华严经者，思乃诸佛之秘藏，如来之庆海，视之者莫视其指挥，义之者罕测其牙迹，又学无学，至觉归于二圣三圣，宁悉听受，最圣种是庄严之迹龙，古贤文书曰满，一句之内包法界之无边，一毫之中至刹而非。恶摩羯陀国照星妙慧之源，光源夫夫即灭之理，年为奥义，亦在晋朝十余六将四百，然一部之典才过三万余言，唯起半珠，未亏全宝，朕闻其范本，先在于田伯中，遣使奉迎，晋方至此。